我们看第十题，这个是应用题，他说它是一个屋顶，然后他说它的 height of roof 是5，所以这一边是5，所以我只是砍这个部分出来的话呢，其实我是这样的一个等边三角形，然后垂直这个是5，然后我的15分一半的话呢，15除2它其实是7.5， OK， 74 7.5， 好，来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它要你找它的 gradient， gradient 的话呢，我们知道 gradient 会是等于那个高除以宽，5除以 7.5， OK， 所以5除以 7.5 的话呢，我用计算机来按5除 7.5， 然后我拿到的是 2/3， 然后也是 0.6667， 所以它 gradient 是等于0.67， 拿到正确的答案了。然后他现在叫你找 length of the slant of the root， length of the slant of the root 其实就是这一个，然后我们用直角三角形，然后这一个是属于长的， OK， so 这个我用 S 来代替， S 是长的，所以我们用 Pythagoras theorem 的话呢，我的 S 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5 square 加 7.5 square， OK，然后我用我的计算机来按 square root of 5 square 加 7.5 的 square，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9.01， OK， 所以9.01